转圈圈，早上好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到尬德基地台。前瞻序号，有给序号，有给序别号，的硬圈要。圈，不灵不行，为什么玩技能流要点速度激发？好问题，我速别度的激发圈只圈。点那个加移速的，先去哪个喝的？把我的 RO 搞定。好的，好，搞定，然后准备去找星期天，好好的处理。什么？发现版本需要更新？什么情况？不要按更新会宕掉？没问题啊。好转不更新也能在线上。点了就进不来了，哎，恭喜！哎，有啥？端午节奖励，送上端午节必需品给你。然后呢，是端午节的大礼送给你，粽子要自己包，对啊，哎，材料全部都要自己打，哎，缘分的十连抽。天使玻璃卡，阿莫这张卡看起来还不错哎。缘分的再十连抽。味道，烟花有抽到天波，
话也是运气不错啊。1.85万，因为有超多序号可以领。侯友 lab 点上面圈子可以换前三序号，一点啊，等等铁道序号再换的。等先把 RO 要处理的事给处理完，我看一下。每日副本，对啊，我们一边吃地瓜酥，一边来快乐打每日副本哦。可以掉40级的神话装备，有金币全靠这些副本了，真的好穷。我只能跟你说，真的好穷，水钱都不够用啊！真的在玩希望。我看着这些钱。我就是一直等，它有一个那个许愿池的功能，你知道吗？它里面有一个女神会施舍给你钱。每2个小时它会施舍给你一次。地瓜酥有芥末口味的，没错，地瓜酥有2种口味啊，应该不止2种。芥末口味那个有一点呛哦，大概是比我吃了一下比那个什么，比真鲜的芥末还要呛。它的味道很重。MVP 超值礼包，我觉得椒盐的应该会比较对大家的胃口，椒盐的就是一般口味，不会太咸，因为它是那个胡椒，胡椒比较多用，没有很咸。咸度是乐事的1/3左右吧。然后带一点那个地瓜的甜甜味道。这 MVP 乐园是有料的吗？里面有大量的 BOSS 可以打，那个一下就死了。你说有人在秒怪啊？再吃一点地瓜酥。你下芥末了，想吃吃看啊？其实它还蛮好吃啊，就是要提醒你它有点呛而已。那个我觉得吃起来越吃越顺口。昨天以后摸一下就死了，啊，以后才多少血，那当然摸一下就死了。
玩家死了。啊，那也没办法，谁叫你们要欺负他？那里面的可能有强化吧。你，我看一下。地瓜酥卖多久？一个礼拜。到下礼拜，我看一下到下礼拜几啊？到下礼拜六吧。哦，哇！王佑君50份订阅，感谢，太神啦！我又50份，不愧是你，大学股神。不会转50圈，哎，他现在不会一个一个弹出来了，应该会转呢。我的伤很像牛郎，我的伤很像孔雀啊，我就是沙精啊。工会还有位置吗？工会应该可以扩建的。决定把工会的副会长交给副会长交给别人。将一切献给琥珀王。哎，工会资金不够啦。捐钱啦，捐钱啦，缴钱啦。喂，春花是副会长，哇，春花50级啦。那你在这个排行榜里面也应该是排得上前。大家都50左右了，38名，超级超级难升级。哇，感谢王佑君又50份订阅。那为什么黑塔没有出来转圈圈的啊？来，股票发啦。圈圈，转圈圈呢？我先去把转圈圈调整一下。那应该是因为属于不同区域的，所以不会转圈圈的。耶鲁，转圈圈。耶鲁。转圈圈了，你申请工会一整天都没人同意，那满了怎么同意？哎，有了有了，工会可以升级了。
结果我刚刚都没更新，现在也不用更新了，他也没叫我去更新了。来，用私讯的啦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收到真正的粉丝，收到真正的观众。石春花，丁义玩了吗？丁义不知道有没有玩这一款。这款真的是越挂钱越少，都是来挂卡片跟这个神之金属。强化，好多红装哦。我去拍卖场把红装给拿下来了，红装要拿也不难。阿爸，我去看一下这个 MVP 乐园，看看里面长怎样。铁道大结局了吗？等等要直冲大结局了，这有人在打吗？你去过了，你死了，我来帮你们报仇。古埃及王正有人在打，漂亮，我死了，他也死了。人不够多，打不死了。对啊，还是要有个骑士在那边弹哦。我装备精炼了吗？精炼啦。我看一下，我这武器就差一级。阿弥陀佛，20%让我敲过。嗯，不用保护石也敲得过。只能说不好敲。OK， 神之金属用完了。哎，大家也不用担心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个许愿池，有个女神，她是穷人的救星，嘿，40,000块。20%敲两下，竟然没过，可恶！我有一件装备，50%敲了6下都没过的，直接破产。那就是缘分的力量啊！不要放这么久了，不会打出他啦，就是刚刚 buff 放太久了，可能没有办法拿完美。阳寿稍等不够，大侠请再努力。哎，对，火侠传要出了呢。6月14日要玩啊，因为今天把匹诺康尼给跑一跑，然后明天9日破一破。9日应该是很快啊。
法环哦，法环明天应该也是能破了啦。今天就要处理匹诺康尼。这边该处理的都处理完了吗？我看一下。然后就可以来玩的 NoTD 了。芬迪尔的面具，哎，这些东西好像就是可以拿来卖，这些东西就可以卖个，这些神话装就可以卖个几百块嘞。哼，又有钱了。地瓜酥只有一种组合吗？让我看看啊，地瓜酥有几种组合？老二讲回来玩了。啊，就单机游戏啊，你想玩就玩了。哎，六！种组合来着，十二包一箱，有甜糖的、怀旧甜菊梅、芥末跟椒盐的。可以选数量啊，哎，是买12包还送1包哦？喜欢吃甜的也不错啊。你现场买会比较便宜吗？当然是不会啊，现场买就是原价，我这里买就是特价。我来给大家吃一下这个怀旧甜菊梅，甜的，我是不太喜欢吃甜的啦。但我还是来给大家品尝一下。嗯，铁道会大结局吗？会喏，会追上最新的进度啊！铁道还在连载啊，就像《咒术回战》一样。我等它连载一阵子之后，又可以再回来看了。不然也可以每周就跟那个最新连载。像咒术现在有新进度了，我就想去看一看了。我就想看一看五条悟要怎么打避摊。对，里面是可以选那个数量的。不要爆雷，我建议你们是不要爆雷，做人要善良。会赢哦。好吃吗？甜甜的。蓝莓风味，有一点蓝莓的味道。进工会的赶紧建设，对啊，副会长发话啦，进工会的赶快给我盖房子。捐钱，给我捐钱！你以为是为什么才让你们进工会的？你喜欢蓝莓，那你可以选一点蓝莓的。炼巨人最新一话，对啊，你看炼巨人一直在更新嘛。啊。这种有剧情的 RPG 就是等它每次更新给我们带来新东西啊。
好，阿欧这边好像没什么事了，就挂着吧。但我觉得我不要挂这种地方。我想去挂在沙漠里面。我是等副本哦，等玩完铁道再来打。最近有什么事？有活动啊？这区怎么没有怪？沉船好像蛮高等的，先不去。这游戏完全都不知道这怪是几等的。这里怪几等？80几等，跟鬼一样。我要去那种一下就能打死的地方，就有这群，今天木有，明天。然后做一下能过的，你说刚刚那地图啊，那我就要挂机，我要怎么操作？我就想找个一下可以敲死怪的地方挂机啊。便捷功能点下去，哦，有这哦，有这怪物图鉴呢，赞啦！我觉得我现在一拳大概可以打死，40多等左右的怪吧。卡布奇诺森林，这里吧。好啊，这螃蟹我还一拳打不死了，这么蠢！我知道有个沙漠的怪，我可以一拳打死。哎，以后还活着哎！铁道准备出发了。有喽，这里一拳一只。可以再高等一点点。电74，不是我挂更高等的怪也没多少。移动移动，好啊，移动都要打两下了。有机会一下，可以哦，移动一刚好一下哦。有时候两下。大部分是一下，移动人还挺多啊。哎，插卡可以换吗？卡可以随时换呢。嗯，感觉到缘分了，10连抽。出货了，大嘴鸟卡片，我把速度激发这个垃圾刀拔掉了，根本用不到。
抽到进卡册就有战斗力了，攻速加三，生命值又加500。我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一下打不死怪了啦，刚刚武器敲爆了啦。乌克烈啊，又在搞啊！花多少钱了？一张月卡的钱呢？150块啊！你魔法射击打7000，不正常哦。这就是铁匠哦。明天有 NOTD， 明天会先把那个法环大结局了。我铁匠在这里洗钱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就打这个矿石。虽然不知道这个矿石到底值不值钱，哎，打到白蚁的卡片呢，动车，唐突，来，这些垃圾我们就把它融合在一起。将所有的垃圾融合在一起。OK， 变出一批好卡片了。这样子能塞卡册的先塞进卡册。苍蝇头掉了也可以存活72小时。当你这个僵尸跟僵尸，还有这个蟑螂都是可以的。OK， 塞进去看一下，出低卡了。有了低级的卡片，然后再把它们放进卡车。阿熊卡，来再喝。C 级卡片有了，史诗 C 档。击杀昆虫系怪物时，有 0.2% 的几率得到打雷的箱子。哎，我正好打的就是昆虫系的怪物，哎，这不巧了。箱子有料吗？会让你的攻击变雷属性的，我是不知道它有没有料。战力竟然还下降了，来挂拍卖，全部咻咻飞啦，120块卖给你们啦。这件有加伤的啊，这件我要卖贵一点，这件我要卖200块啊。红装是打到的吗？没错，你只要去这个 PPE 副本，每天副本按一按就会打到。但团队副本我都还没打。团队副本开车箱子也会有。
我要打吗？50副本。你现在那里有人吗？可以打打看啊。几点开始铁道？今天应该10点左右吧。地瓜酥一包卖98，12包卖1280，12包还有送一包。而且还帮你 cover 掉了运费。大家记得买啊！原价是1包140啊。但它确实是蛮好吃的。试一下，刚这什么口味来着？纯素食，原味，原味的我还没吃过。海苔啥时会有？海苔最近都没有。哦，原味的好甜哦，韩然风味。我比较不喜欢吃甜的，我个人比较喜欢芥末，还有呛，还有那个椒盐风味，芥末那个呛呛的感觉可以一直吃啊。50副本负一，那你准备煮我、啊？花多少了？一张月卡。啊，观众给我的那个序号我还没去换呢，序号应该换你换的。阿弥陀佛，强化让我过。我来稍微的给他，没有神之金属了，呛一下，呛一下，过喽。移动确实是个不错的地方啊，为什么有时候会有个僵尸跟在旁边呢？今天有个僵尸跟在我旁边呢。风谷的手游只有一款，风谷好像就只有风谷 M 吧。每个六日都有一个僵尸跟在旁边，怎么会有？啊，风谷大家都玩政府吧？缺我了，来邀我。大部分 S 卡都要打王，只有流氓可以让吴克平看看，流氓是 S 卡。这个罗罗亚松饼对吗？好了，我来了。他打王有这个啊，你可以进到这个狩猎乐园进去打。我要怎么准备？我这样准备了吗？吴克打不了 boss 吗？吴克怎么可能打不了 boss？这是一个团队游戏，你打不了大的，你可以打 mini 的、啊。
狩猎公园是怪物公园啊，它有一个这个叫做狩猎公园的这个东西。你好像得再按一次。OK， 扁王。哦，好爽哦，有大嘴鸟哎！来，我主席走前面。不要等了，对啊，前段班的小剑他们都已经要六十啦，弓箭手练太快啦。那些有氪金的等级都上去啦。我大地要记得放，放心啦，肯定控场啊。我再帮大家放一个速度激发，我还有点满的手推车哦。我只有氪月卡，他们有氪礼包的，升很快啊。那弓箭手一下就把怪秒掉了。狂暴以后，哎，这法师怎么会陨石术啊？这么快就会了？这陨石术到很高等才会的。来，全控。这控场厉害的，看到没有？我一下29900，30秒 CD， 哪那么久？暴击28000，我还会越打越痛。最后的蚂蚁还会躲在里面的、啊。打完就有真正的王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真正的 BOSS， 狂暴以后，准备变卡片喽！法师啊、哦，法师听说好像也没有很强哎，强的还是好练的还是弓箭手，手推车给他撸过去啦，一手啊，这以后菜菜的、啊。好像没那么菜欸，有19条血啊，但应该也死不了啊。哎，法师躲位一下好不好？放心，我帮你晕他们呢、啊，帮你控场。有我控场，莫慌哦。我过去控他们。被我控住啦，他们被我控死啦。还好有我控场啊，不然法师就被咬死啦。
我在控啊，我在控啊。不用担心啦、啊，我控场时机抓得很稳的、啊。我是这样控着他们的、啊。啊，怎么捕食倒了、啊？为什么、啊？捕食怎么能死的、啊？来看输出，看输出。大家有看输出环节，刺客竟然比我高一点点啊！我本来就不是坦，我是一个输出，就跟你说我不是坦。那个32000就是我打的。还有再战准备哦，我就放着跟你们打了。我会准备来去铁道了。出货了、哦，出货了吗？刚刚有啊、哦，出货了、哦，还是我自己的、哦，命中加7，但我根本好像这游戏我就没有 miss 过。我打怪根本不会 miss 啊，我全体力量我打怪也没 miss 过、啊。怎么换人了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是招募平台找的是不是？哦，有人没次数了、啊。我到底是有没有按确定？设定里面可以按自动确定，太好了。副本邀请时自动，哦，我有开自动准备，好，那我在这边挂着，大家加油。礼拜一天的学府牛肉杯，参加参加，没次数也可以进去，真的假的？那没有奖励吧？哦，我就每次进来的时候开一下自动就好了。五主播也49了，这游戏就是会在40级等那个时候卡，49的时候会卡一天左右吧，然后再来55可能会卡。嗯，因为你会没有任务可以解。你也卡49等，啊，没有任务可以解啊，除非你那个塔打得动。这样，我刚刚刷的这个鞋子，顶的，攻击力、击破特效、爆率、防御、生命值。